来让我今天好开心，因为有一个好美丽的韩国的朋友跟我一起拍影片。小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我今天想拍影片，因为最近他有开一个咖啡厅在淡水，那个咖啡厅很棒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，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做的，对，你自己开店，然后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因为我开店的时候我有我老公。然后他帮我做很多东西，可是听说你全部自己做的。对，我在英江路141号，在那边开个卖甜点的咖啡厅。然后我每天都做手工做饼干跟蛋糕，对，然后就还有卖咖啡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你东西也蛮特别，这样子。对，比较韩式的甜点。没错，我觉得我在台湾都没有看过了。我想要做出了我自己想吃的甜点。你知道会很重要。对。为什么你想要就是开店呢？因为我想做的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做甜点之类，可能跟你一样。可是我也不想要就是，别人做的老板。不要自己当老板。你也是吗？我本来就喜欢自己做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种，一直追梦想的那种。开店原本是一个觉得很难成就的一个很高的目标，所以一直觉得那个是我年纪大了很有钱了以后才可以做的东西。但是我这次回去韩国的时候有认识了一个咖啡厅的老板，可是那个老板其实就是他没有什么东西，是有钱然后开咖啡厅而已。所以我想说，哦，他都开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对呀、啊，有时候我们就等以后，然后就后来没有来，对啊，就是想做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我就回韩国的那段时间，存钱、存可以开店的钱，然后就回来开了。我听到你自己都做，就是让我吓一跳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外国人。那你怎么做呢？你怎么做？因为如果说自己想开店，可能没办法，我就是要问台湾的朋友，就是问我老公这样子。那你怎么做啊？我就一直不知道，就硬做吧，就硬呀。就有些东西真的对外国人来讲很难嘛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就是无远不通哦之类的。对，可是我一直还是要做啊。要找人的时候问很多人啊，怎么找人，然后。就有些什么钱的关系啊，什么很多东西，什么会计的一些东西很不一样，很难懂。我老公也听到你自己做，他说：“他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因为他是台湾人，他觉得也很难哦。对啊，是你是外国人，不是你真的好厉害。”真的很累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有时候我看你的 IG 的，你就是做事情做到凌晨，有时候是凌晨哦，我做蛋糕之类的样子，对。对这是习惯吗？好好吃，谢谢啦。为什么在淡水想开了？因为它有点不大，就是我是因为我觉得淡水漂亮，而且房租比较便宜。啊对对。就是你为什么在那这边？其实我一开始是找台北，可是台北有一些东西比较严格，所以就开始找新北。然后找新北的时候想说，我要是什么三重啊那种新北市的话，不如来租一个观光区，韩国人可以来的观光区，因为韩国人也很多了，你有发现吗？对，这样子的话，如果看我 YouTube 的韩国人想要特地来找，也比较方便找，就可以顺便逛一逛什么。决定来开咖啡厅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我要做像韩国韩屋的那种古代的房子的感觉气氛。对，因为我就没有去过韩国，可是我进去我觉得哇塞，真的是很干净，然后就是也不一样的 style 感觉。对，咖啡厅我真的觉得我进去的时候。给我一个好放松的感觉。那我好喜欢在你的门口，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有拍过那个。对，那个在你的门口，你有那个许愿的书。对，韩国蛮多观光区或是什么庙的那种地方，都有那种画那种许愿的。对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个那种东西，然后如果是上用板的那样子。有喜悦的话会越来越多嘛，会越来越像那种大家的许愿的花开满，我真的这样好。对，
我觉得每次看那个都觉得好好辛苦。练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大的问题吗？还是因为当然是不同的文化啊，然后就是那个舞宴就不同人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要付钱的，或是房租啊什么的，都比较好被骗哦。我可以了解。对，所以好像蛮多东西都是已经过了之后，附近的人就问我看附近的人才发现，哦，我好像我做的这个东西比别人比你贵，对。工作一次，你们一直做什么不一样？还改成只有六日我在店里，然后平日请员工或是做那种网购的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在正在准备网购的那种礼盒。对，可是我还是要开店，就那个时间那段时间还要开店，没错，然后前面还要做今天卖的甜点，是没有其他的时间。对对，然后还要多，如果这边还要多加那个礼盒的时间的话，我觉得好忙。所以现在觉得有一点忙不，一直要硬着就逼着自己硬着做。我很好奇你怎么分你的时间，因为你拍片就是走在拍片哦，你就是发明新的口味，你要鼓店，因为就是你鼓店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是几点到几点？十一点到七点，所以然后你就是要对早起来做那个那些东西，然后你还要做那个会计之类这样子。对，你怎么安排时间？因为我真的好厉害，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，你知道。第一次来我店的时候，他在跟我说：“哦，淡水很棒啊，什么下班后可以走走，什么淡水河啊，什么的可以看风景。”可是这是不是我那一段，我那一段时间完全没有时间享受淡水，而且我都在阴抓热，那完全没有走出来过这边。天哪，真的，我真的在淡水吗？等一下，你的下一个有没有什么梦想？你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个目标，对，下一个目标，对。哦，现在最近的目标就是那个礼盒。好吧，那你的假设我怎么样？你要怎么做那个礼盒？我是做那个饼干的礼盒，对，然后就是那种冷冻仔配的，就慢慢稳定下来，想要找回我自己的生活吧。对，我也想要再享受台湾的生活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台湾生活才来开店的。可是我现在就只在工作中，所以我想说，哦，这样子生活是可以的吗？我觉得努力一下，然后后来就对啊，可以享受，真的。我想，如果你可以再重做一次，你还是会做吗？后来就会开台湾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在韩国开店吗？为什么你选择在台湾开店？就单纯喜欢台湾吧。嗯，对啊，对，就是闲话，你可以去。那地址是英庄路141号，太好了。那个 detail 都在下面会学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去找他，真的是很好。那你也可以，你吃完他，你可以这边来找我，在这边吃完饭来喝个咖啡，这样也不错啊。你可以来这边吃一个炸鱼啊，还是你看马铃薯啊，是不能炸蛋啊，走一走到哪边更好。你就是肚子会一点饿，你可以吃一个好吃的，是福袋饼干，还有你的杯子蛋糕，都是每天不一样的口味。也可以看他的 IG， 他的 IG 我会在下面学，那就是会 po 文有什么口味，每天都不一样的感觉，好厉害的样子。所以非常感谢你来今天，那希望我们可以多拍了。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就是两个这个那种的 style 的影片，可以跟我们说，因为我们是住很近哦，所以希望可以对，所以都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走一走淡水之类，这样子。我们也可以拍什么体验，什么吃东西，什么感觉不错啊，淡水金边啊，什么当时我们觉得可以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的，很喜欢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像胖子那样的影片，我们可以多拍这样子，是非常感谢啦，一定要去找他，还有订阅他的那个 YouTube， 真的很蛮好看，我一定都在下面学。所以谢谢大家看过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你喜欢，喜欢的话你可以在下面 subscribe， 按那个下000，下一次我出影片你马上可以看得到。然后你可以来我餐厅一看再看，一个在这边淡水，我们还有在信义，还有开百货公司，我们在 www.richie.com， 什么有栽培，全台湾可以栽培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你好，拜拜。